诸位同学，请看《华藏世界品》，随门广摄寄诵第五首，或是愿力所出音，神变音声为体性，一切众生大富业，佛功德因也如是。那么这首也是讲的教体啊，祝福如来、化身菩萨，应化在九法界，决定时愿力。佛菩萨在因地的时候，跟我们一样啊，学佛都发了度众生的愿，这个愿无论是有心无心啊，是真是假，阿赖耶识里头都落下种子啊。到了成佛、成菩萨的时候，慈悲心自自然然的升起，慈悲心升起来，从前发的愿呢，当然要兑现。即使是无心发的，也会兑现啊！也问这是什么道理？佛经上讲的化而如是啊！见性之后啊，假的都变成真的了，真心啊！没有见性之前，这个真假呢不定。见性之后，一真一切真，哪有不度化众生的道理？这个度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帮助啊，众生有苦难，佛菩萨有智慧，有能力，哪有不帮助的道理？那么也许有人会问，现在地球上的众生苦难太多了，佛菩萨为什么来，为什么不帮助？啊，这个问好像是很有道理，问的没错。其实佛菩萨时时刻刻没有离开众生，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到佛菩萨对我们有什么帮助。这个原因是什么？业力，众生业力，众生造作罪业，
不能不受果报。就像父母爱护儿女一样，哪有不疼爱的道理？现在儿子犯法了，被判刑了，他要接受刑罚的处分。佛菩萨就像父母啊，六道凡夫就像儿女，犯法了，造的罪业了，他一定要接受法律的制裁，去坐牢啊。虽然他坐牢了，他被判刑了，接受刑罚了，父母在旁边依然是时时刻刻在照顾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六道三途就是造作一切不善业的惩罚。希望在接受惩罚这个时候觉悟，真正悔过，知道忏除业障，回头是岸，念头一转，佛菩萨的力量就加持上。念头转了，行为一定转了，转恶为善。从哪里转起？从念头上转起。这个就是古来祖师大德常常教人修行，从根本修啊，根本是念头啊，从念头上转，真的转过来了。那众生不知道转，使他依然是迷而不觉。什么时候觉悟了，什么时候就转了。众生的习性贪嗔痴慢，这是无量劫养成的。这一觉悟啊，贪嗔痴慢就降低了。就得到控制了。这是好事情。这是修行正果的根本。不觉悟的时候，遇到怨恨，总有报复的念头，生嗔恚心。觉悟之后啊，在这个地方是最明显的转变。嗔恚心没有，嗔恚虽这个烦恼虽然非常猛烈，很容易制服。
不要说是在佛法里头，在世法里面，我们在经教里面看到了啊，色界天人成慧没有了，他并不是真的断，他是浮断啊，不是灭断。色界天人修禅定，禅定功夫深啊，头一个嗔恚念头就不会起现行啊。诸位想想看，如果一发脾气心里还不高兴，哪来的禅定啊？所以有禅定的功夫，肯定这个嗔恚是被控制住啊。佛法里面常讲啊，被降服住了，出世间法了，那当然更不必说了，它不是浮断，它是灭断。大乘法里面把这个境界转过来，把嗔恚转变成慈悲，这个就是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为圣，就在这个念头里转。功夫都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你天天遇到啊，你念念会转，真功夫。啊，我是凡夫，别人也是凡夫。凡夫哪有没有烦恼的道理？啊，哪有没有习气？既然有烦恼习气，我们思想、见解、言行，肯定不能尽如人意呀。啊，这个人听到欢喜，那个人听到讨厌啊。我们要在这个境界里头磨练，在这个境界里修行，修行就是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。修行不在经本里头啊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是在处世待人接物。啊，别人对我误会，从误会产生了毁谤、陷害，在一般状况之下，我们会把那个人看作冤家对头啊。啊，嗔恨心当然生起来。菩萨跟凡夫不一样啊！啊，听到别人回报，见到别人陷害，没有一丝毫嗔恚心，
回过头来反省。我什么地方做错啊，引起他的嗔恚。回过头来反省自己。啊，这样就有进步了。如果自己确实有过失，他的嗔恚陷害把我这个业障消了，你们想想对不对？如果这个业障要不消，将来到三途里受果报，现在呢受到回报，受到陷害，重罪轻报。那我对这个人，对回报我的人，对陷害我的人是什么态度？感恩，他替我消业障。如果我没有过失，被冤枉了啊，他来加害于我，那个消业障消得更大了啊！我现在没有过失，没有过失啊。反省确实没有过失，他冤枉我，他害我，我过去生中累积的业障啊，就要消除。所以修行人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。顺境，这个境是物质的生活环境，一切都很顺利。啊，善缘，缘是人事环境，遇到的都是好人。在这个境界里面，不生贪念，贪念是烦恼。啊，在这个里去磨练呢，把这个贪，这个兼贪呢断掉啊。在逆境里面，这个生活环境样样不顺心啊，处处有障碍，卧云遇到的都是卧人。在这个境界里头不生嗔恚，诸位想想看，贪嗔痴是怎么断的？天天在生活环境当中把贪嗔痴慢断掉了。啊，哪一个人不是善知识？哪个人不是佛菩萨呢？通通都是啊。善财童子修行，我们要仔细去观察，他怎么修的？所有一切境遇，不论是顺利善恶，通通是善知识。啊，顺境善缘，长自己的福慧；逆境恶缘呢，消自己的业障。怎么不感恩？我们从大乘经教里面学到了，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。在生活里头，工作里面，对人对事对物，修纯净纯善，十善业道经佛告诉我，
不容毫分不善夹杂，时时刻刻要提起来。我套这一句话说呢，不容毫分不净夹杂。我们今天要修的纯净纯善。环境，物质环境，样样都好。人事环境，人人都好。佛经里头有两句话说：热热是好日，时时是好时。我续了两句：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打我、骂我、诽谤我、陷害我，都是好事。那个人都是好人。叶问说：“小孽障。”成就真实的功德了。对于恶缘恶尽，没有丝毫嗔恚心，忍辱波罗蜜圆满了。没有一丝毫报复的念头，持戒波罗蜜圆满了。六度是这样修成功。遇到小小不如意的事情，心里不高兴，立刻要警觉到，我还是凡夫一个，没功夫。真正修行有功夫的人，一定是长生欢喜心，一定是身心清净，一尘不染啊，能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。我们看看世尊当年在世所实现的，不就是这个样子吗？每一天吃饭到外面偷步，遇到富贵人家供养的这个饭菜好啊，不起贪心；遇到贫穷人家给的这个饭菜很难吃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在这个里面修清净平等住，其分别执着啊，那是轮回心啊，那是凡夫啊。圣人跟凡夫的差别就在此。我们在大乘经里面看到迦叶尊者怜悯贫穷苦难的前生没有修福，托钵常常到那些地方去托钵，给他们种一点福，这是慈悲。如不如法呢？释迦牟尼佛的评语很高明啊！他说这些弟子们偏心，
有些人专门到富有人家去偷钵，他不是贪爱啊这个饮食，也是慈悲心，希望这些富有人呢多多种福，生生世世富有。他存的是这个心，这些好心的。但是你的存心没有错啊，世间人看到是生起这个疑惑，哎呀，某人你看看他那个人家东西好吃，天天到他家去，贪心啊。那个人家东西很不好吃，他天天去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叫人家起疑惑啊，这心不平。这一点佛说出来了，我们也要顾及到啊，不要引起社会大众的疑惑啊。那不引起疑惑呢，平等随缘就好。我们从世尊，当年僧团的生活，会学到很多东西的。无非是性德自然的流露。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要用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去帮助苦难众生，随缘而不攀缘。随缘什么都好啊，在一切境缘当中，物质环境、人事环境里面，不要分，不要执着。修就是修这段事情。有分别执着是凡夫，是错误。无分别执着是佛菩萨，是正确。没有分别执着，绝对不是啊，不知道真妄是非，邪正厉害，不是不知道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那是慧呀，那智慧呀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这个不染就是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功夫啊，佛菩萨帮助一切众生，没有智慧，没有功夫，怎么行？有智慧，有功夫，愿力的推动啊，这不可思议。世间人每一天工作很勤劳，什么力量在推动他呢？古人说得很好，名利二字，他不是为名就是为利。如果说名没有了，利没有了，他的动力就没有，他不愿意干。佛菩萨帮助九法界众生，不求名，也不求利，他永远不休息，就是以释迦牟尼佛做例子来说，我们对于释迦牟尼佛这个人要认识清楚，你才不至于迷信。这个人要是用今天
世间人的眼光来看他，他是什么样的人物呢？他是一位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了，跟中国孔老夫子完全一样啊。终身从事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，啊，最难得的，他是一个多元社教的义务工作者。他教学生，没有收学费，没有收学生供养，有教无类，啊，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，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，你信仰什么宗教，一概不分啊，只要你肯来学，我一定教你。我们在经上看到他对于他这个行业尽职，现在人讲敬业，他的敬业是达到满分的，给大家上课，为大家解决问题，每一天工作8个小时。我们在经上看到20奖金，古印度把一天这一昼夜分为6个时辰。昼三时，夜三时，所以古印度的一个时辰是我们现在的4小时，啊，20，8个小时，跟大家上课，我们想想，现在在这个世界，哪一个做老师的每一天上8个钟头课？49年不中断，没有放假了，啊，没有星期日休息一天，没有啊。啊，所以有人不明这个事理，啊，说佛教是消极，那释迦牟尼佛消极吗？释迦牟尼佛要是消极，那世间还有什么人是积极？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，一定要明了。我们今天展开《大藏经》，里面许许多多的小部经都是世尊当年大问，学生提出问题，佛给他解答，记录下来，这小部经很多很多，佛的愿力不是为民，不是为利，永远不休息。就像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所说的，无有疲厌，真正是
学不倦，教不厌。我们现在知道，这不是一生一世，生生世世。啊，永远没有间断。啊，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普门品里面赞叹观世音菩萨，千处祈求千处应，感应的道理我们前面也说过很多次，佛在经上给我们讲，显感显应，显感明应，明感显应，明感明应，四大类呀。明感明应是最普遍的，佛菩萨加持我们，保佑我们，我们自己没有觉察到。真的在我们中，刹那之间都没有离开过我们。凡夫粗心大意，没有觉察到。在佛法里面，一定要认真的熏修，特别注重这个修字，修就是修正错误的思想、见解、言行。熏是不能中断的。那用什么方法？天天读经，读经就是接收佛菩萨的教训、教诲，天天读，不断的重复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是凡夫，烦恼习气很重，很容易忘掉。我们有健忘症，一定要时时刻刻提醒。总得要一段时间。我自己修学的经验30年。30年天天提醒。以后逐渐逐渐入境界，自自然然就入境界了。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不容易啊！30年的熏习，人从大梦当中醒过来。这醒过来之后才知恩报恩，知道佛菩萨对我的恩德，知道一切众生对我的恩德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重苦啊。回向偈上我们天天念啊，
天天念，没入这个境界。啊，所以，纵然每天念几遍，还是做不到。啊，这一面念，一面都忘记。从这个地方，我们能体会到业障深重。业障深重在哪里？我们不容易觉察到。一面念着，一面都忘记。如何念着这个经句，心里头真正有很深的感动，把它落实在生活当中，这样才入境界。啊，才叫做修行。所以诸佛菩萨应化的世界，它不是业力来的，它是愿力。这个愿力也变成了信德，自信本来就是这样。神变因身为体性，这一句话说得好。诸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九法界，没有一定的形象啊，就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啊。所以你要问，那佛菩萨是男的还是女的，是老的还是少的，不定男女老少通通都有。我们看到古人画的观世音菩萨变相图，两大册了，500多幅观世音菩萨不一样啊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。菩萨有能力实现吗？所以佛菩萨没有神像，能现一切不同的神像。我们为什么不能现呢？我们执着这个神像是自己，就不会变成第二个神像。那这个障碍不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吗？如果我们不执着这个身相是死，你就能像菩萨一样啊，现无量无边的身相啊。这是真实的道理。形象没有一定，那说法哪里会有一定？应机说法吧，说法没有一定的。在大乘经上，佛自己常说：“啊，佛没有定法可说，佛无有法可说。”佛说法就跟大夫给病人治病。给你诊断，你有什么病，给你开什么样的处方。如果你没有病，他就没有药方了。
病跟药是相对的，有病就有药，无病药就没有。正如同众生有障，佛就有法。这个法是消除业障的，叫佛法。众生没有业障了，哪来的佛法？佛法就没有了。所以，佛说一切法了，无不是因众生的业障。这就是神变因身为体现。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对于佛所说的一切法就不会执着。不会疑惑。在这个地方，佛教学生有四句偈，叫四依法了。第一句，依法不依人，佛灭度不住世，后世的弟子怎样能够学到如来的正法？这四句话重要。末法时期，像楞严经上所讲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，我们怎样辨别是佛还是魔？佛弟子善知识所说的法决定与经典相应，经典是标准。如果所说的跟经典相违背，这不是佛法。那么佛又怕这个后世的弟子执着经典，执着经典就错了。这第二句说，依义不依语，这叫我们不要着经典的相，不要死在这个经文之中。说法的人说的意思跟佛的意思一样，这就对了。一意不一，言语不一样没关系，文字不一样没关系，意思一样就对。这个教训很重要啊！如果懂得这个意思，下联居老居士的会记本就不会有人反对了。许许多人多多人反对，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？理由是执着在文字上。
不懂得四义法里头一义不一义。换一句话说，对佛法没有透啊，没有通啊，才生这么多障碍。自己障碍自己，事小啊，你还得障碍别人，学这个法门，那个罪过就重了。那个人学这个法门，这一生当中能往生，能得度啊！你把他这个机缘断掉了，这因果责任要负。第三句，佛教给我们：一了义，不义不了义。这句话的。它的真正意思是教我们选择法门。佛说这么多法门，这么多经典，我们在这个里头选择哪一种来学习？你要选择了义，不要选择不了义。了义这个意思也是很广泛的。那古人的解释，真正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的这个经论法门就是了义。这个话说的没错。古人讲东西就跟这个清凉大师注解华严经一样啊，点到为止啊。但是现在人看不懂啊。你说了他也听不懂啊。那就不得不麻烦，不得不啰嗦。那了义还要加上。适合自己的程度，适合自己生活环境，学习起来容易啊，不吃力啊，没有压力啊，简单扼要稳当，成就还快，那这就是了义。那这样的了义经论呢，那当然最殊胜的阿弥陀经。所以在中国佛法2000年来，在学佛成就上来说，大概阿弥陀经是排名第一。为什么？简单容易，稳当可靠。阿弥陀经、无量寿经、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一不是二。彭济清居士讲，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，阿弥陀经就是小本华严，华严经就是大本的无量寿经，大本的阿弥陀经。这个话没错啊！阿弥陀经详细的说呢，就是无量寿经；无量寿经详细讲解呢，就是大方广佛华严。一二三，三二一。文字有广略不同，义理
一点差别都没有。所以我们要想对于无量寿经，对于弥陀经透彻的了解，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。这是一了义，不一不了义，让我们知道有所选择。我们还继续看寄送的这部书，或是愿力所出因，神变因身为体现，一切众生大佛音，佛功德音也不是。前面我们讲到世尊教导我们的四依法，讲到第三句，一了义不一不了义，末后一句非常重要，一知不一识。这一句话要用现代话来讲呢，学佛一定要以理智，不能感情用事。识就是情感，要有智慧。如果感情用事呢，决定就产生偏差，造成错误。事出世间法，所有一切的误会、过失，都是感情因素。如果头脑清楚、理智，怎么会犯过失？世尊最后这一句话非常重要，凡是事情没有真正搞清楚搞明白，可以存疑。古人讲小疑在小物，大疑在大物。这个不是怀疑，怀疑是错误，那是烦恼。这个疑是学习的方法。理太深，或者事情太复杂了，一时没有办法搞清楚，我把它打个问号在旁边，我要求答案，这是正确。第三句讲一切众生大福音，这好事情。众生哪有不求福的？中国自古以来所谓的无佛临门，富贵是福啊，富是拥有财富，贵是你有
很高的地位，那叫贵人。中国人希望家庭人丁兴旺，多儿多女，这是福。希望健康长寿，健康长寿是福。这些全都讲的是果报，最后一条讲因，好德好善，好德好善是因，你才能够得富贵多儿多女健康长寿。如果你不好德好善，这个果报也现前了，你前生修的善业感得这一生的善果，前世没修，这一世要是明白觉悟过来了，认真努力的修学还来得及。勇猛精进，果报在这一生当中就能现前。诸位做了凡四训，那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。了凡四训后面附了有一篇文章，于敬义欲造神迹，这篇文章不长，叙述于敬义先生修善积德的果报比了凡先生还要殊胜。这个是世间大佛业，真正的大佛业还不是这些。真正大佛业是什么呢？破迷开悟。因为像了凡先生所说，于敬义先生所学，人天福报，人天福报纵然做到人间的帝王啊，欲界天王、色界天王，他不能出三界啊，既不能出三界，你就晓得依旧是轮回。既然是轮回，那你一定明了肯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，三善道的时间短了，这是六道里头必然的现象。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都说的没错啊，都是事实啊。所以佛法不贵人天福报，不把他这个看重。看重什么呢？看重戒定慧三学，看重啊六度十愿。
菩萨所修的六度，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，这是真实的大福音。但是世间人，包括六道，六道就包括诸天呐，认假不认真，佛讲真实的。大家纵然听到，也点头称赞，决定不肯奉行。为什么呢？好像眼前呢得不到利益。这个现象很普遍。我早年初学佛的时候，也提出这些问题，请教张家大师。张家大师很慈悲，有问必答，而且说得很详细，很透彻。他告诉我，这是对于真实教诲没有透彻的理解，我们一般讲一知半解，所以他不能够普及。如果真正彻底明了佛所说的，像开经记上讲啊，愿解如来真实意，果然明了如来真实意，哪有做不到的道理。张家大师跟我说的，我非常感恩他了，印象非常深刻。佛法知难行，这个知难行易，他老人家讲，正因为知太难了，所以佛说法49年，讲经300余回，难了，行太容易了，念头一转，凡夫就做佛了。你这个念头为什么转不过来呢？因为你了解的不透彻。你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为什么还生贪嗔痴慢？为什么不能把贪嗔痴转变成戒定慧？贪嗔痴的反面就是戒定慧。佛转过来了，我们为什么转不过来了？对于这个里头的道理、事实真相了解不够透彻，所以贪嗔痴放不下，戒定慧起不来，就这么回事情。戒定慧是自信本具的性德，大福也。而贪嗔痴呢，正好把这个不自信里头本具的福德障碍住。大乘经里面佛常说，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。烦恼跟菩提是一不二。
觉悟了就是菩提，迷了就是烦恼。法没有觉，没有迷悟啊，人有迷悟啊。菩提没有变。人迷了，把菩提变成了烦恼。人要觉悟了呢，这个烦恼又恢复成了菩提。啊，迷了的时候，涅槃就变成生死；悟了的时候，生死就又回归到涅槃。它是一，不是二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最大的副业是什么呢？破迷开悟，转凡成圣。一也是四业，什么样的四业里面是大福报？那么由此可知，事出世间学佛这个事业是最大的福报啊。学佛向佛学习，学做佛，佛慈悲，不但用言语来教导我，他还做出样子给我们。历代的祖师大德也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。在近代，李老师给我介绍的印光大师，他给我说过多次，学印光大师，在我没有出家之前，他教我，古人别学苏东坡，今人不学梁启超。苏东坡跟梁启超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啊！那个时候我是还没有出家之前啊，他举出居士这个例子，这两位在佛门里面可以说是佛学家了。经典读的很多，能言善道啊，还有著作流传在世间呢。为什么不能学的？他没有去做。啊，他有解没有行，所以还是凡夫，还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呀。李老师特别提出来，叫我不要学这两个人。那我们年轻的时候对这两位都非常仰慕啊。
啊，出家之后，李老师教要学印光法。印光法师大师至菩萨来实现的。我们细心观察大师一生的行义，确确实实跟楞严经大势至圆通章里面所讲的相应。那么他这一生的实现，是我们末法出家人的典范啊，好样子。他出现在这个时代，比这个时代的社会状况知道得非常透彻。在这个时代里头，真正发心修行人要想成就，要怎么个修法，他的开始非常重要。如果真正想成就，印祖教导我们不要建大道场，啊，建个小型的道场。这个道场注重最好不要超过20。20个志同道合，大家在一起念佛修行，彼此互相照顾，不化缘，不募捐，不做法会，不做金忏佛事。不攀缘，老老实实这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？他这个方法说得真好啊！道场大了，注重多了，是非就多。不容易得清净心，心不清净，福就没有了啊！罪报就现前了，没福嘛！所以我们在这边建这个道场，建这个念佛堂。我劝导同学们，我们在这里共修的人数最好是48个人。阿弥陀佛，48愿，比印祖所说的超过很多。印祖只说20个人。那如果我们接受印祖的教诲，我们以24个人为标准，无量寿经阿弥陀佛的愿24章，能相应，
念佛的方法可以采取地贤老和尚教导他那个徒弟啊，做锅炉匠那个徒弟那个方法好。地贤法师说：“只有这一句话，六字红名一直念下去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赶紧接着再念，不分昼夜。”这个方法确实对于心理、生理都没有压力。什么时候累了，什么时候休息，休息好了，赶快起来。符合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里面所讲的，都是六根净念相继。真有成就啊！我们要多想想，二十个人不少啊。西方确知，觉明妙行菩萨当年在世。他的这个道场，大家在一块共修的只有十二个，个个成就，不可思议。祖师他们的想法做法跟凡人确实不一样，那是真正的大佛。那么也许有人要问，你不做法会不化缘，你这个道场怎么维持？你生活靠什么啊？这个地方就要有信心。我们的生活靠阿弥陀佛。生活必须的，我们依靠护法韦陀尊天菩萨了，不靠人了。真正学佛，一个念头。求法身，心里头没有一个杂念，没有妄想，跟诸佛菩萨自自然然起感应道交的作用。我们在讲堂里常讲的，我们起心动念，那个思想波的速度很快，念头才起，变虚空法界，比光比电快得太多了，光跟电不能比啊。所以，诸佛
里面，龙天善神佛在灭度之前教训后世的弟子，佛不在世，要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，生活清苦一点好，常有出离心，对这个世间没有留念，生活太富裕了，出离的心就衰弱了，不想出离三界，不想往生，觉得说这里不错啊，那这里很好啊，往生的意愿淡薄了，生活苦好，苦到怎么样？不想在这个世间住，希望早一天到极乐世界。以苦为师啊！佛教的这些方法，都是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，都是帮助我们在这一生成就，这叫大福。我们要能够认识，对世间人来说，世间人哪一个不求财富？哪个人不求聪明智慧？哪个人不希望健康长寿？这三种果报，我在经上讲得很清楚。果必有因，你要找到真因，真因它才有真的果报。这三种果报，真因都是布施。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你要得这三种果报，你要认真去修因，你肯定会得到这个果报。这里头的道理，事实真相如来透彻，佛不欺骗人，那么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物质生活过得很辛苦，什么原因？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，修得很少啊。我们看到世间拥有亿万财富的人，那是人家前生修的财布施多，他今生得这个果报。我们中国人常讲，他命里头有财库，无论做哪一个行业，那是缘，命里头有是因，因加上缘，果报就现前了。
这是事实真相啊。命里头没有，不能强求。啊，跟人家做同样的事业，那个人发财，我天天在设备。这是什么道理？因缘相同，因不同啊！果报不一样啊！修法布施，自然得聪明智慧。无为不施，最根本的不摄众生肉，这是最根本的。啊，一切众生他是凡夫，哪一个不贪生怕死呢？所以不忍摄众生肉，这是无微不至的根本。培养自己的慈悲心，把对一切众生伤害的念头断掉，能够尽心尽力帮助世间一切苦难众生，这是无为布施，果报是健康长寿。啊，这三种福，这都是福报。世间人真的不分国家界限，不分种族，不分宗教啊！你只要提出这三桩事情，人人都需求。不知道怎么个求法，大学里面开了一些课程，研究怎么样致富，全是假的，他没有找到致富真正的因缘。看到世间许许多多的发大财的人，事业成功的人，啊，研究他们是怎么成功的，我们要怎样学习？他所见到的、所听到的、所思维到的，都是语言啊，他不知道因。所以得经这个财经贸易这些学科的学生没有听说个个都发财啊，啊，读科学哲学的学生没有说个个人呢都开了智慧啊。学生很多，成就的人不多。什么原因？成就的人要语言。你在学校所学的那是语言，有语言有音才能成就，有语言没有音不能成就啊。
佛师门中有求必应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求财富，我过去生中没有修因，佛菩萨能不能保佑我发财呢？真众生不难。啊，佛菩萨保佑的是什么呢？佛菩萨把发财的道理讲给你听，把发财修学的方法告诉你，你要能够依教奉行，你就得财富了。啊，那佛讲的是什么呢？财布施啊，越施越多，布施不施就没有了。这个道理方法很难听到。我们在佛门里面学什么东西啊？你要是跟一般初学的人来说，学发财、学聪明智慧、学健康长寿，他们很容易听，一听他就很乐意进佛门里。佛不打妄，佛绝不欺骗人，真的帮助你得到。这小事小福报啊，大福报转凡成圣。要真正成就化身般若解脱，这是真实圆满的大福。从哪里修呢？还是从布施持戒、忍辱精进、禅定智慧。这六个科目不但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，教菩萨、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，教化无量无边的菩萨声闻缘觉，就是这六个科目。六个科目如果再把它归纳，就变成一个科目，这一个科目就是布施，放得下了。佛门里面讲的舍得，布施是舍，舍是因，得是果，你不舍你就不得了。啊，你能舍就能得，多舍就多得了，少舍就少得了。舍是因，得是果报。啊，布施分三类，财布施、化布施、无为布施。持戒忍辱是属于无为布施。
精进禅定般若是属于法布施，所以一个布施把整个佛法全部都包括了。所以学佛就是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没有变，布施而已。到了这个最高的境界，就不叫布施，叫供养。大乘菩萨叫布施，普贤菩萨叫供养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！啊，布施里面不一定有真诚的恭敬心，供养里头啊，供养里头有孝顺心，有恭敬心，有真诚心。我们平常讲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用这个心修布施就叫做供养，那个福报等虚空法界，无量无边啊！我们要懂得学，福报现前了，自己不要享受，依旧是以苦为师，那是正确的。为什么？首先要认识自己，自己是凡夫，无量界搞生死轮回，习气很深很重啊！啊，这一生学佛学了个几十年，啊，佛法总算是有一点成就，能把烦恼习气控制住、扶住啊！如果一想扶啊，怕的是你的功夫扶不住烦恼。你退转了啊！那么佛报现前怎么办呢？佛报现前给一切众生去想，自己不想了，永远在精进，永远在提升自己境界。我们在经典上读到，许许多多菩萨因福报现前享福而退转的，而堕落的多的是啊！经论当中最明显的师子觉尊者，他们兄弟三个无住天亲，三位大菩萨都有了不起的成就啊！兄弟三个人啊，他们都是求生弥勒净土。啊，约好了，哪个先去？啊，去了之后赶紧回来报个信。
是自觉先往生。这一往生呢，应性渺茫啊，没有消息回来。啊，第二个，无住菩萨往生，3年之后回来，跟这个小弟报信，天庭菩萨说他往生斗率天，见到弥勒菩萨了。天庭菩萨问他：“你怎么3年才回来报信呢？”说：“没有啊，我到那里去打个盹，立刻就回来了。”现在我们懂得。时差了，斗率天一天是我们人间400年，这都打个转回来都3年了，世间3年了，他真的没有耽误啊，去了马上就回来了，就问他了，他那四舅到哪里去了？他到斗率天呢，从外院经过，被斗率天的那个佛报啊迷住了，他没有到内院去啊。这就是说，佛报现前不能够舍弃佛报堕落。还是继续搞六道轮回。你想想这个事情多可怕。所以诸佛菩萨苦口婆心劝导我，修福是应当，没有福不能帮助苦难众生。帮助苦难众生需要智慧，需要法。我们修慧修福都是为众生，不为自己。自己要贪图这个福报，没有不堕落。人间这一点小小福报都放不下，天福来的时候，你怎么能够不被他迷惑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福不能享啊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。到什么时候来享福呢？到你什么时候破一瓶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那个时候享福，不会堕落了。无明没有破，法身没有证得，享福肯定是障碍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佛在经上讲的都讲的透彻啊，佛菩萨做出榜样来给我。我们要懂得，要能体会的。释迦牟尼80岁圆寂，我们在经典上仔细去观察，没有记载释迦牟尼佛有人照顾他了，没有啊。80岁还是自己照顾自己，
这是正确的。有福不享，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。80岁还能照顾自己，显示出健康长寿。需要人照顾，自己身体不行了。往年我亲近李老师，李老师到95岁都不需要人照顾，自己照顾。最后的2年，因为饮食中毒，身体衰弱，才接受学生照顾。95岁不需要人照顾，证明身体健康。那我们看看现在有很多年轻的法师，40-50岁，伺候的人很多，享福啊！不知道厉害啊！真正懂得厉害是智慧，不知道厉害是迷惑颠倒。这一段我们就讲到。